咧毛，那但是咧，伫个陈菜绝了吼，拄着真大个考验，啊嘛伫真侪所在，或者个国军咧，啊是讲伊即个大夫吼，有排挤，或者是看袂起个，种种个情况都有。所以咧，孔子讲吼，面对真侪挑，有啊，不管是有啦，是伫老国，吼嘛真侪挑。伫北方咧，吼真侪人甲肯定甲挑。啊！伊讲面对真侪弱，绝对嘛。啊，所以呢，每一个圣人呢，哦，拢共款有面对着遮个人生的起起落落。哦，假使讲啦，孔子伊也是足在意的吼，心内一直足执着的讲，我就是一直要得到国君的宠。哦，恁拢会听我的。那呢，伊的人生的成就呢，哦，可能就伫老国就停落。特别有后壁遮团队的过程嘛，无后壁遮这个这个内功啊，做春秋吼、哦、流传流世几千年这样成就，吼、哦，无法度留下遮尼侪精彩的言论吼、哦，做成文字来予咱遮尼侪启发。所以当伊伫个上表的时阵，吼、哦，连到。创造出伊家己人生上大上大个成就，吼、哦！所以到底是听较好，还是要较好，这拢毋是咱会当决定个，吼、哦！但是咱会当决定一件代志，就是咱要安怎过咱个每一工，吼、哦！伫咱对种种个考验啊，甲即个见个时阵，咱要安怎做咱家己，吼、哦！那这是控制，伊伫面对痛。甲钓的时阵，哦，伊做下个电池甲刀传出去，哦，那咱搁等下这个通玉玉金吼，得咱头先就有来分享过吼，啊有得到的拢会惊失去吼，啊无就是会想要来搁愈下济，吼，就是大概这两种嘛吼。当咱开始执着伫要得到这件代志的时阵，吼。咱就有两项结果，一个就是你想要得到愈偌济，第二你就是要害你会愈来愈惊，你得到物件会慢慢啊失去。吼、哦，咱像讲古这个地吼，咱知影伫这个战国时代最后一统天下的就是咱的秦国，吼、哦，秦国吼、哦，这个秦始皇伊家己合作啊，第一任的皇帝吼。哦啊，我这个王朝呢，这个秦国呢，也慢慢啊一直流传万世吼，有这个一皇、二皇、三皇、四皇、五皇，到千万皇，哦，伊家己写咧里面。那当时呢，伊统一六国呢，吼，一统天下，伊得到这个上当时啊吼，当时上济个国家上济个资源，但是呢，伊心内伊足惊喏。这件失去这一切嘛，哦，伊刚未开始惊讲，哎，你下骹这个，你敢是想要篡夺我的王位？哦，哎嘛，愈来愈惊。伊嘛会惊讲，哎，你原底你是这个楚国的人，你敢会想要造反？哎嘛，伊逐工咧惊真济，哦，所以开始用这些镇压的行动。要甲遮个有可能咧做作乱的吼，拢安尼甲压落去。啊，当伊开始有遮个作为的时阵，人的心就开始浮动，大家就感觉哎呦，有这个碰壁就不一定好。好，那当时呢，伊阁拄啊惊失去啥物，失去伊的生命。好，因为呐，这个过用去了后，遮一切就拢是伊的啊。不管你刚刚有做了有啊无。拢无关伊个代志，伊个是失去啊。所以呢，咱伫历史上所看到吼，这个秦始皇伊伫这个后期的时阵吼，一直咧派人出去求这个忠心不老的药啊，吼，来想要延续伊个生命。你感觉啊，我就是伊伫安尼，因为我最有才能的吼，全世界我上高。哦，这个国家啊，我来统治呢，会当千秋万世。所以呢，我一定要想办法延续我的生命，啊，不然这个国家无我袂使。这是伊的想法。哦，
那当然吼，历史上吼一派咧讲，就是因为开始这个福家家的这个奇奇怪怪吼，是讲来路不明的这药啊，所以身体嘛愈来愈歹。吼，你想要得到永生，但是呢，煞加速吼，伊生命的消失。所以当然开始执着伫要得到，不管是痛也好，不管是任何有形的事物也好。咱若想要得到的时阵，咱就会失去了愈侪，失去了愈紧，这是不变的定律。那得痛呢？无惊敢袂使，嘛袂使。得痛的人，吼，伊若无这个内心吼害怕不安，时时吼警惕自己的话，吼，伊嘛是会失去。伊个心内会骄傲，就是咱像咱若得到物件，得到习惯，吼，咱拥有一个物件，拥有了习惯了后，咱会无重视嘛。譬如讲，咱咧讲这个要节约用水啊，节约用电，吼，咱台湾虽然讲水这个河流不介长吼，水资源有哪算正宝贵啊，但是真正讲非常非常欠水，欠到无通用个。我是有印象的啦，即十栋内大概嘛发生过一两栋尔，吼，啊，就是因为安尼，所以咱咧用水的时阵呢，就袂遐重视嘛，咱咧无形之中咧浪费，吼，所以咱拥有一个物件，应该上轻易上习惯，比如讲咱咧，咱常常咧讲咱咧健保啦，吼，健保制度就是安尼，咱上幸福啊，吼，煞变得无重视，真个得来不易的幸福。无重视，心内吼慢慢啊骄傲起来。哦，这是过去历史上嘛，介些故事吼，功高震主，啊最后落得下场吼，拢无介好。这嘛是真显而易见，真容易明白的道理。所以呢，像我伫遮要交各位真正出来分享的，就是这个痛呢吼，得之又惊，啊失之。那恁咱得到，感情也较快乐。得到物件，有形的还是无形的，咱真正也较快乐嘛。咱在座拢是咱这个情教以上的人才吼，这个道理就方便讲就知影。得到绝对会较快乐。咱就要讲这个故事吼。祖先就捌听过，讲有一个两户，这个厝边啊吼，一户是较好个，啊一户是这个较善食，较善食拢咧卖豆腐，啊生活过了真简单。啊这个隔壁这个较好个这户人吼，哇家财万贯，真侪土地，啊但是呢，交太太呢吼，你讲安尼真差。啊！你烦恼的代志吼够济，像你这地安怎吼，遐财产安怎，吼，逐人吵吵闹闹。啊，但是看隔壁，安尼虽然过了真善食，啊，佮啊，就是幸福安尼，就快乐，逐工安尼有说有笑，吼，啊，这伊这阿婆好个，好个，这阿婆伫咧心内感觉奇怪，为甚物因会遮尼快乐？啊，明明就无钱啊，为甚物遮尼快乐？我无咱来。这个一片也无什么钱，我无咱送伊一块金啊，看卖。哎，那个一块金啊，吼，等伫因的迄落院子嘛。啊，等过了呢，啊，隔天早啊，这个卖豆腐的这个太太起来，透早起来看到同行人一块黄金，我就惊个心生奇怪，讲哎呀，怎弄一块黄金？啊是人。无小心家己食，也是上天赐予咱的。因这阿母惨就讲，阿无吼，咱先卖打，咱先甲收起来，收好，啊，再来拍算。啊收，接下来就讲阿无，咱先伫这个院子吼，挖一个所在甲藏。啊藏好呢，啊等个阿妈无出去菜市啊卖豆腐的时，心内一直看念，讲哦，迄个地方在干用乌面。无心通去做行过啊吼，行歹做啊，紧收收诶，等下
去叫去乌乌迄个窟窟窟窿，看嘛敢有电，我有乌够电个，啊，无咱个换一个所在，咱个厂伫个咱个农村口，啊，迄个厂过，厂伫无通，啊，半暝啊困袂去啊，我毋知干有啥物来甲我个筋头偏吼，就困了拢袂安稳，啊，就经过几人讲，啊来个即个隔壁好起来，即伙个讲，哎，最近因那上较无安尼有说有笑吼，毋知发生啥物代志。那咧，这对未老夫的人讲咧，哦，底下咧底下反反复复，反反复复咧，哦，因为这个金啊，失去了原底快乐，哦，所以得到得到，敢会较欢喜，哦，以咱所理解的范围，哦，以咱所知影、所听过的所有的道理，拢甲人讲袂，但是咱现在敢会愿意追求，愿意得到，通常嘛是会。所以呢，修万德上困难，然后就是感觉是伫遮，哦，所以呢，得到不一定较快乐，那失去不一定较艰苦。所以呢，老子伫这种甲你讲的是，咱来培养的是，当咱面对着得甲失，诶，这两个境的时阵，咱心内迄个道，咱的心要往对倒行，安怎行，咱较行安稳，较行快乐，较行幸福，这是通六六境的。即句话要甲你讲，那一个人咧受着六的时阵呢，吼，心内敢会惊？吼，会啦吼，咱拄好讲。那为什么会惊？哎呦，啊，我代志敢真正做了一摆，我这个人敢真正这么憨笨，吼，一事无成，吼，这个毫不可取。会愈来愈无信心嘛？啊，开始安那怨叹吼，哎呀，这拢毋是我的问题，这拢是伊吼，拢是别人甲我害的。吼，我其实无遮尼难办吼，拢是因为我妈妈无送我去补习，啊，无我硬硬考一百分。吼，这拢是这个老师吼，头上部无甲我教好。开始会甲责任送去别人，开始会怨叹别人。所以心内不安，因为惊，而产生不安，而产生了种种的烦恼。那痛跟乐，吼，拢互咱有一些烦恼，啊，咱要安怎来避？要靠家己的心定吼。因为这种我准备甲你讲的是，咱来找着迄个道啦吼，就是咱路安怎行，咱才家己知影。痛乐乐经吼，咱就知影痛甲乐呢，拢会互咱心内不安。那咱应该安怎行？吼，老子伫这个《道德经》内底吼，最少咧讲这明白个啊。所以咱家己体会，小块体会是，当然就是以这个戒心恐惧。啊，这个恐惧交迄个惊是无共个哦。吼，为什么爱戒心恐惧呢？得志呢，咱有去得到，不管是痛也好，还是有形上的种种资源也好呢，吼，咱拢爱这个珍惜。吼，啊，若失志呢，吼，啊，若失去了痛，吼，也是讲得到人的乐的时阵，吼，也是讲咱失去了有形上的种种资源的时阵，咱的心呢，爱安怎？爱安止。啊，为什么咱无道安？因为咱心内无道，咱毋知影咱路要怎行。咱心内无将搁较重要的目标放伫个眼前的时阵，咱心内会受着痛，啊，甲肉的影响就真大。哦，这是后一句，咱要来甲咱分享的。哦，当咱心内有方向、有目标的时阵，伫咱面前所产生的痛，啊，甲肉，敢会甲咱影响？会啦，绝对会啦，无人。无人讲无受影响啊，但是咱个会行落去，嘿，只要咱心内有道，以空住为例，哦，当伊一定这个智慧要传道，要甲伊心内所体会到这个理，这个中枢之道要甲传落出去的时阵，伊伫一路上面对了种种的痛甲苦的时阵呢，伊拢有法度甲安怎转化掉，化作伊向前行的这个能量。
这是因为控制心内有德，所以会当化，会当把这痛甲乐拢甲化掉。吼、哦，毋是起来将来自己，伊个是该化掉，想办法把它拨开。哦，这个、科学绝对毋是讲咱甲当作无看到伊个未存在咱个心内，咱来做个，咱学习个是安怎来化掉。那所以呢，这个控制伊个这个。五十岁是安怎？知天命。啊，六十耳顺。哦，五十命五十比开知天命，六十开耳顺。我是感觉咱人就是安尼。哦，当咱无经历过这个考验，当咱无甲这个考验呢，深深用咱的心去体会时阵，哦，咱要做个化这个功功夫呢？实在是非常困难。哦，咱甲这个在座拢二十几岁的少年朋友，咱甲讲，哎呦，你若拄着考验，你来转化你的心情，你来放下。哦，你好认为这是足够简单去做的。啊，但是呢，当咱经过了真侪跌，经过了真侪失，哦，咱的心的成长，咱的心会愈来愈安怎，愈坚强的时阵，咱搁拄着同款的考验。咱的心会晓学习，安怎去甲化掉，安怎去甲放下。哦，啊，所以呢，不管是痛啊、心痛呢，咱拢是甲化掉，用咱这个道去化。啊，用道去化，毋是讲我嘴哦，你讲诶，我有道，我有道，我有道，毋是吼。这个道是伫咱内心有一个目标，咱知影讲咱来行对倒位，因为这个道就是路嘛。哦，咱也知影讲咱人生的目标伫倒位，咱要骑。行往倒一个方向时阵，咱心会愈来愈强壮，会愈来愈厉害，会晓去化。啊，所以呢，孔子已经历过了这么侪了呢，伊嘛知影这个道理，一切拢是上天上好的安排。哦，啊，这个故事，咱真侪真侪嘛拢捌听过，哦，不过后续嘛是要讲一下，哦，这个。有一个国王吼，伊真爱去这个郊外佚佗吼，爱拢带伊一个上信任的宰相。啊，有一天呢，这个去户外吼，去打猎的时阵呢，哦，去无小心去哦一只狮吼，狮子吼，哦，去家己枕头啊夹伤伊吼，啊伊受着真大个这个惊吓吼，啊心内嘛真无欢喜吼，啊这个等来皇宫的时阵呢。这宰相就讲：“哦，皇上啊，你这不要紧啊，这一切拢是上天上好的安排。”啊，这皇上听了就无欢喜啊，我去哦，一只狮咬断我的手指头啊，吼，你跟我讲这是上天上好的安排，越想越无欢喜。你讲安尼，我要甲你关起来，你把我得失掉嘛？吼，那伊要甲关起来的时候，伊甲问讲啊。那无安尼，这样安尼，安尼敢是上好的安排？这个宰相也讲对，这嘛是上天上好的安排。那这个国王呢，甲这个宰相关起来了呢，哦，赶快心内真无欢喜，所以呢，某一天呢，就赶快呢，去出去要打猎吼。啊，伫个安尼行咧行咧吼，结果突然拄着一阵这个吼原住民吼，从个掠来，掠来了呢。我喺今日呢，拄好是满月的时阵吼，我们需要一个外人吼来甲献祭，献到上天。啊，当然呢，甲伊安尼绑好好呢，准备要伊阿去祭台的时阵呢，啊，发现我嘛夹一支手巾头啊，讲话安尼袂使吼，咱要献到上天的呢，这也是一个完整的吼，你已经有残缺啊吼，所以你袂使，你不符合资格，吼，啊，这个挂照吼，啊，这挂呢。幸免于难吼，从邓来的皇宫，啊，伊想想讲，哎呀，真输了这个宰相，从天甲放出来，放出来了呢，这个在甲这个代志甲这个宰相讲呢，宰相就甲讲，哇，皇上啊，恭喜啊，这就是上天赏赐的安排。为什么呢？你看，你若是吼，迄个使呢，甲你手手顶头用受伤吼，你今日吼，也去害啊吼，去用骗子。皇上了，啊！不过你安尼无代无志，我乖，安尼一个月，哦，这边安怎讲？
就讲皇上啊，我若无你管起，我一定会叫你去嘛。安尼今日予我献祭，今日予我献祭就是我本人。所以呢，这一切拢是上天上好啦。虽然我有受着考验吼，不过呢，这个上天自有伊个安排。那当然呢，故事不是安尼讲，但是呢，当真正来这个逆境真正来逆出现的时阵，咱其实啊很不容易。讲要甲放下，就当放下。啊，但是呢，这是咱修道的宝贵，这就是咱要来学习的一个正重要的道理。咱若无透过学习，有法通安尼甲咱学姐即个少年的即个学生囡仔讲，咱伫佛堂安尼听一当，听两当，咱无袂感觉咱气质有啥物变化。咱袂感觉讲咱的心态有啥物改变，但是呢，当咱十当、二十当，咱甲回头去看咱自己的时阵，咱的心哦，够愈来愈坚强。咱的心拄着过去，互咱做生气的代志的时阵，咱敢会较紧放下吼？咱可能较紧吼，可能生气，赶快来生气啦。啊，但是可能生气这程度吼，会较低。啊，买较紧去消失去，哦，有法通感觉咱修完的，咱听着你咧学习，哦，拢是安尼一触可及，哦，毋是一时的功夫，这个功夫拢是慢慢仔练，慢慢仔体会。咱今日伫听着一个道理，听着一句圣人的话，当咱伫现实的生活当中拄着同款的境的时阵，咱会当互相印证，互相来体会的时阵，哦，咱就成长。那当然的，这个慢慢愈来愈成熟，吼，咱到年底去改变别人，有啦，吼，在座各位真侪拢是安尼啊，咱拢，愈来愈和蔼可亲，咱拢愈来愈够关心别人，愈来愈会晓去照顾别人，是真，吼，这个就是道的展现，道是安尼甲咱改变的哦。道不是讲，予咱一时啊，就变甲做安那生活做好过，生活好过，歹过是咱的心态。心若好过吼，安怎话，即个条件好过。所以道是安尼慢慢仔甲改变，予咱有能力呢，家己愈来愈坚强；嘛有能力呢，去帮助别人，去改变别人，这是道的力量，是道的宝贵，吼。所以不管是痛还是痛呢，就像用记得那个人讲的，祝愿哦，富富贵哈，大家拢想要得到。啊，但是呢，咱若无用道去得到呢，咱无法度这久长安尼去甲拥有，无容易触及。那贫贱嘛同款，贫贱大家拢无爱啊，就像六同款，六咱嘛无爱。啊，但是咱若无这个。道呢，吼、哦，这平静降临的时候，咱想袂过，去袂掉，吼、哦，就像痛甲肉同款。痛肉出现的时候，咱心内若是一直惊，而毋是去甲化掉，去甲转变，去甲放下的话，吼、哦，咱就一直受着痛甲肉的影响，咱的心去互绑掉的，去互障碍掉的，吼、哦，这就是拢住期待咱。去做，伊其他是，当咱面对着痛甲流的时阵，咱有一条路行得出去，这就是转化的功夫。再来第二项，哦，头拄仔讲痛甲流是咱人生的第一项上大的患，哦，咱的心头一个烦恼的一个大患。那第二个大患呢，就是咱的这个心，贵大患就心。因为咱这个心呢，实在是带了伤侪、伤侪的烦恼互咱啊。哦，啊，但是除了痛了甲心外，敢阁有啦，这个是侪啦吼。啊，但是呢，这个篇幅有限吼，就连老祖甲咱讲这两项，伊感觉正重要。那这个心呢，哦，咱若简单来甲讲，就是生死的大事。哦，对生啊甲死呢。咱这个心，咱这个心不够两个，两个字当心哦，就是从生到死，哦，也当代表咱这个心哦。
啊，这有形的肉体，哦，这两个来表达。所以这生死的代数是咱上重要的。哦，咱在座的各位吼，咱即摆咱坐伫遮就是为咱有生嘛，哦，上天予咱这个生机，哦，咱来透过咱的父母，予咱这个肉体出生而食。那但是呢，每一个人拢避免不了，拢避免袂着啊，咱就是来行向死的这个终点。与所有的有形上的事物，拢是有伊的归属。所有有形有相的东西，哦，咱把这个说看一点，啊无，有一点就比咱即马所知影有形的事物，伫思想久的，咱知影有啥物。没错，没错，非常。像金金字塔，万里长城啊，这归心当然咱就知影这句嘛。那归心当明啊，你有这干嘛写消息去？那基本上说看的是这里面东西被修复过。哦，那各自的顶二海带、顶二溪流来带，咱不知影。但是伊嘛是慢慢、慢慢的消失去，甚至咱大的这个地球，总有一有一天伊嘛消失去。哦，这是不变的定律。啊，所以呢，既然咱知影讲，咱这个肉体就是注定啊，有一天就是要行到这个终点。哦，啊，这个生死的代数。也可能带来真侪真侪烦恼吼，因为咱的日常讲吼，总有一天要到啊吼。啊，感觉真侪代志还袂做了的，真侪话还袂讲的，真侪想要得到物件还袂得到的，真侪想要去看到的所的物件还袂看到，种种种种，拢会可能带来真侪烦恼。啊，所以呢，咱的魔祖也甲咱讲。世人的生死殊淡，无一个人呢，无将这个生死看作看重的人，每一个人都看得很重。那所以呢，咱大家追求的拢是福德，拢是福报，拢是有形上的这个财富，哦，这个物件，不求呢出离生死苦海，就是个福和可求。哦，那所以呢，生死代数，甲咱这个身躯呢，哦，是老祖认为第二个，哦，甲咱带来真侪真侪烦恼，互咱心呢真侪真侪烦，这个所在。啊，所以呢，伫贵来看有心呢，有法呢认为老祖咧甲咱讲啊，咱来培养来面对生死代数的这个态度。他多咱，他多咱讲的通六六经呢，是讲得失，哦，那过来呢，老祖来讲的是要面对这个生死来说，这个身躯，咱知影讲有真侪真侪苦，生老病死哦，那咱的福德哦，释迦牟尼佛呢，伊伫个成道的迄世，哦，当伊这个投胎来做这个。悉达多太子的时阵吼，啊，当时就有一个叫智慧的长者，甲这个国王讲呢，哇，这位王子呢，那不是成就一位这个明君呢，伊就是成就一位大智慧者。啊，所以这个国王呢，当然是希望伊成为一位明君，伊呢不是出家吼，去成就一个大智慧者。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在皇宫内底呢。尽量呢，啊，可以过了真快乐，可以拢无烦恼。啊，但是呢，咱拢知影，这个百密一疏嘛，这个有智慧人，伊要成就的因缘呢，哦，是咱人袂当去改变的。啊，所以呢，同一天，伊去城外咧佚佗的时阵，吼，伊经过四城门，看到四项可以做体会的代志。哦，伊行去东门的时阵呢，啊，看到一位老人。行路真无方便，伊就想讲哇，每一个人拢会老，我嘛会老。这个老呢，真侪无方便，真侪苦，我们要来面对。当伊呢行到这个西南门吼，南边的西门的时阵，我都看到一个人患病倒伫遐。啊，伊心内就想讲哇，每一个人拢会生，拢会患病，患病就艰苦。我们要来面对这样的代志。啊，当然，行到这个
西边的旁边时阵呢吼，拄好看到有一个人吼，死伫遐，咧办丧事。啊，伊的体会就是，哇，每一个人的生命拢有终点，每一个人拢会死。吼，这个会老、会病、会死，这艰苦我变安怎会当拼的？所以呢，当伊行到这个北门的时阵呢，伊看到一位这个出家吼的修行者，伊看伊的面相真安详，真自在，所以心内就生发出哦，敢有一条路会当让我脱离哦，这个生老病种种种种的苦哦。当然，这是因为佛陀过去世修行所累积出来的大智慧。所以有体会啊，啊，无咱大家嘛有看到，为甚物咱心内体会就无遮尔深？哦，这就是咱的根基无同。啊，但是呢，会当正确定的就是，这个身躯因为生老病死，哦，带来了真侪真侪苦。那这些苦对何而来？咱伫顶一种，哦，刚叔甲咱讲着，咱的。因着彼所生，一直接受着种种种种的刺激，哦，即个五味、五色、五音，哦，拢一直互咱一侪一侪的刺激甲音乐。啊，所以呢，当咱一直想要去得到，咱这个心吼，一直想要往这个得到这个方向去行的时阵。哎，这个要看的物件，要愈看愈侪，愈看愈水。哦，我听的物件要愈听愈好听。要食的物件，愈食愈侪，愈食愈好食，愈无同款口味。哦，安尼一直想要得到，想要得到，诶，结果呢？会安怎？会目盲，会耳聋，啊，会这个口爽，会发狂，会心烦。换句话说，当咱的心啊，甲咱的心呢，拢一直要行向得到愈侪的时阵吼，咱不只失去愈侪吼，咱原底上天所赐予咱的，咱的本性，咱的自性，会愈来愈受愈侪的障碍，吼，就是咱头拄顶一种所来讲的。所以老子的结论就是。我为虾米心内有遮尼侪烦恼，有遮尼大的烦呢？就是因为我有这个心。换句话说，当咱的心念吼所思所想拢是我这个心的时阵呢，这个烦就是从哪来？咱来你是讲哦，我这个身躯要穿如何，食如何，要看如何？我想要更多。我这个身想要更多的时候，这个大患，伊就愈来愈侪，愈来愈大，伊就袂离开咱。哦，啊，所以呢，不要乱解决啦。然后诸葛来讲，无生胜有生哦。当咱无这个心的时阵，当咱无这个心的时阵，咱自然。这个烦就无去啊嘛，啊！但是咱无法度抛弃这个身躯啊，哦，咱拢知影，咱爱修行嘛，对嘛，是要有这个心，无法度来做，所以这个心无可能无去嘛，哦，除非讲咱这个过用了去这个天佛院哦，也要修，修了较紧啊吼，这是那个师父甲咱讲的，哦，啊，但是当咱搁伫遮的时阵，哦，咱有这个心，就是有这个大烦。尤其呢，当咱所思所想拢是咱这个心的时阵，这个大烦伊就袂离开，也愈来愈侪。所以反过来想，老子甲咱讲诶，彼无有心，无有何烦？我无这个心，我就无这个烦恼啊嘛。啊，但是咱袂当无这个心，但是咱要安怎？卖看遐个淡薄，贵待烦有心。为什么有这个鬼呢？有我的体会是，
这个贵就是真重视嘛，咱真看重，哦，咱感觉伊是真重要。所有的大患拢是因为咱伤过看重咱这个心所需要的，伤过看重咱这个心所想要买物件，哦，所以这个大患看一直一直越来越大，越来越侪。啊，所以呢，变怎呢？咱这个对贵变成不贵，吼，是看轻咱自己的心，吼。但是呢，这意思是讲，哎呀，咱的身体就变薄，吼，啊，咱这个看病没看医生，吼，啊，因为这农主管讲，为了无心就无患啊，做对不起安尼，吼。农主管讲也是，咱来看轻。咱对咱这个心的执着，哦，咱来放下，咱来减少，咱这个心，咱心甲心所想要买物件，咱来甲减少下，咱来甲放下轻的，所以对贵甲变成无贵，哦，咱卖过头重视，咱卖过度的去追求，哦，所以一定点将，咱老师嘛甲咱讲，讲吼心灵上呐。为父，哦，父为这个母嘛，吼，有啥物呢？因为这是需要啊，哦，啊，这是想要，哦，那有这个肉体，咱就是爱有，爱有食物件，哦，这个肉体咱活落去嘛。所以咱追求的吼，现实所追求的嘛是，哎，咱会当维持这个肉体的生存，吼，安尼就好。那卖过头去追求这个五色、五音、吼、五味，种种种种。所以无声胜有声，当咱将咱这个我，我这个心所想要买、想要得到，甲放下较轻的，甲放下较少的，咱的烦的就自然越来越少。那但是呢，在什么情况之下，咱会当做到这项代志？咱聊到多少分钟啊？咱的控制为什么也当增加这项代志？因为心内有一个方向，伊心内有一个志向，伊心内有一条路，伊知影要行去倒位去，有道嘛。他心里有道，有目标，有志向。同伊，莫讲同伊吼，同咱。咱心内有一个志向，咱心内有这个道，甲咱讲，每一次伫受着这个考验的时阵，咱的道就甲咱讲，哎，我就是要继续往向前行，咱来放下什么，咱来抛弃什么追求，来咱往前走，安尼才会当成就咱做到这点，看清家己的事，下面啊，你就讲。甲原底做重视诶，甲变做无遐尼重视，这就是贵来换无心。所以有些信念，咱做到这点，有道，有志向、目标。那贵在做咩？那为虾米咱今日坐伫遮来共同来学习？哦，啊无礼拜四啊，咱伫厝出来佚佗，是嘛？才好嘛？同款，就是为咱心来道，咱知影道诶宝贵，咱知影咱来去找着咱一条路。这条路，咱甲袂交控制完全同款，无一定啊，每一个人因袂无同。但是咱知影，像圣人安尼经历过，咱也心内有道，有一个方向，有一个目标去行，吼，咱嘛会当做到像圣人咧做的这个程度。哦，所以呢，当咱有目标、有这个志向的时候，咱会当从咱心内。诶，这个欲望慢慢仔放下，咱这个大患会愈来愈少，会比无患。哦，因为咱无心内无这个心的时阵，这个患就会愈来愈少，愈来愈少，愈来愈少。咱所作所为拢是为自己，而是为众生的时阵，咱做出来的代志就完全无够。哦，咱会愿意去放下，愿意去付出，愿意去这个贡献。所以呢，咱头拄仔所解说的是，这个
两件代志，咱注意一下个意思嘛。强弱弱金是来讲什么？得失。得失。哦，我主要讲咱要面对得失。啊，第二项代志呢是什么？贵大欢喜。咱的这个心嘛，贵大欢喜心，因为有这个心，所以咱愈来愈侪会欢乐。那痛六六经，因为呢，痛为上，六为下，得志，那么经，哦，失志，那么经。那贵大欢喜心呢？因为咱有这个心，所以咱有大欢。啊，所以呢，不要让这无心的时阵，哦，咱就无什么所谈的欢呢。你最后呢，老师跟咱讲，伊甲讲爱贵一天下，啊嘛爱爱一天下。当然，这个心呢，吼，咱都要来解说讲这个贵吼，是真夸张，真重视，吼。咱都要讲个贵大关重视，咱若是真重视这个心的时阵，咱就会出现这大这大个大关。这些烦恼来障碍咱，所以老师来讲呢，当你从这个重视，甲放伫天下，放伫众生，放伫别人的时阵，哦，咱会发现什么代志呢？咱会发现，咱家己不是遐尼重要。好，那咱会安怎？会当互惊？那个进一步呢？咱若是从咱内心的这个慈悲。你来甲展现出来，展现予上，展现予天下的时阵，哦，别人的感受无共款的时阵呢，人就会甲咱脱，天下人就会甲因的心脱出无难。各位姐妹，咱伫啥物状况之下吼，咱会愿意甲家己的物件寄予别人。各位姐妹，咱到外面人寄钱，有啦吼。啊！你敢会甲钱寄予你？你的同事真少啦，拄好对回啊！啊，咱敢会甲钱寄予咱的爸母？会啦吼！啊，咱敢会甲寄予咱的子女？嘛是会，兄弟啊，嘛是会。啊，寄予朋友的咧，较少。为什么？为信任。但是，与咱有，咱要寄予迄个人，咱要对伊有信任嘛。我寄予我的妈妈，我妈妈若无小心开起了，电话开起了，袂好。但是我信任伊，所以我会寄予伊。我知影伊会重视。为虾米会寄予银行？因为咱知影银行后壁有一大层的这个法律，啊，伊的制度。你帮咱保管这个钱，啊！但是即摆若发生战争的时阵，咱寄伫银行，咱家担心，袂啦吼。你是咱即摆是处于这个正和平的时阵，所以咱会信任，吼，伊袂恶袂大。就是因为有这个重视，有伊的承诺，吼，所以咱有这个信任呢，会当互人愿意。用伊有形的物件、无形的物件来寄予咱。咱老师过来讲呢，吼，从咱一心，咱家己这个心无重要，别人的心较重要，天下人的心较重要，是不是？咱敢会愿意寄予伊？别人敢愿意寄予咱？有机会。注意一下，咱咧大人来求道的时阵，咱感觉是这求道的人是真正知影道的宝贵，还是有伊信任你？绝对是有伊信任你啦！你谈道理啥物拢知影，伊就愿意对你来，对你跪咧佛前就抓，哦，无叫愿行愿修这个天大光明，可能即摆改掉吼，愿修这个天庭境界。绝对是因为信任你嘛，因为咱是道的化身啊。哦，咱为虾米能互伊信任？
一定是为咱平常所展现的种种的行为，咱有咧共关心，吼、哦。啊，咱安怎袂去共骗？所以愿伊心灵里对你来求得，所以愿伊甲将伊的心来交付互你哦，互你带来完成，来求这个宝贵的大德。这是因为有信念，那这个信念是因为咱的这个心是为自己的。哦，上重要的一件就是，伊知影因，伊知影你唔是带你来去骗伊的钱的，哦，骗伊的种种，所以愿意对你来。哦，好，啊，来个进一步，为什么愿意脱？哦，来行交脱过无共款的层次哦，咱小思考一下。行一下，咱我问下，少坑伫遐，啊脱嘞，完全交互你啊，哦，坑伫你遐完全无关系，毋免拍客叫，咱伫银行寄钱，我爱有一个存折嘛，哦，顶管来个显示数字说，我伫遮用户拥有遮物件，啊脱嘞，脱是完全互你。老祖来讲，当咱的这个心哦，是为自己，你呢是奉献出去，我天下你的时阵，并且咱展现了咱的爱，咱心内这个仁德，哦，咱的慈悲，哦，也是真主讲的忠恕之德，种种，天下人就会将家己托付予你。各位主位，为甚物咱道场吼伫即摆吼会当办到遮方便、遮尔宽吼，交较早比起来吼，为甚物人会愿意将伊的一生来交托予道场？是因为道的宝贵，道的宝贵安怎展现的共款？就我拄仔讲的即个地，因为咱每一个道亲拢无时无刻咧展现咱的。慈悲，咱的爱，所以咱的信念，咱的愿意将伊的心来托付予咱。所以老祖甲咱讲的是：中六六经，贵大凡有心。这两项道理啊，内面变，咱咧做一个足大的转变。过去咱的心思放伫咱这个心，放伫中甲六，即别人互我对待的时阵。咱心内足惊，足侪烦恼。老祖讲讲，吼，毋免惊，无烦恼。咱若是甲这个心思，吼，对咱自己这个心转变，吼，咱去关心天下众生，由自己转化做其他人的时阵，咱重视啥？重视天下人的需求，重视天下人的苦。并且呢，咱将咱内心的这个慈悲心发挥伫个天下的心上的时阵呢，哦，咱会得到这个同款的结果，叫做什么呢？叫做解脱。哦，别人会将伊的心，将伊的爱，哦，解脱伫咱的心上，但是是真正解脱咱哦，伊呢是解脱咱的这个德。那为什么咱能做到这个程度？为什么咱今日道场会当让这么侪人愿意来求道，愿意来这共同来学习，愿意伫这呢，将因的时间、因的精神、因的慈爱之心奉献出来？不是因为咱老，是因为道的宝贵，是因为咱面临祖师的帮助台湾所创造出来。因为咱每一个人拢是因为祖师的帮助台湾。来成就咱每一个人的成就，个咱整个道场的成就。所以呢，咱伫咧思考这件代志，就是说，哎，我要跪天下，我要爱天下的时阵，这是重要的事。这要好，要去跪天下，要去爱天下。是一种付出的心态，不是一种会无我袂使的心态哦。这是无共款的哦，因为人付出了侪了，
做了侪了，感觉哎呀，这无话袂使。但是咱拢知影，咱伫路上咧学习，咱要学习的是一种无私的付出。别人吼，真正准备请咱来学习，请咱来服务的时阵，吼，咱甲先生讲的是感谢慈悲吼，后学学习。但是是讲，哎、欸、啊，这个课程我来共享会好个啊。迄个上，我讲你伊了啦，为虾米叫你去讲？绝对不是安尼。一切拢是上天上好个安排。今仔日后学来遮讲，一定是上天要接你学校个心得去互某一寡真个去感受着。那他多爱课。咱个陈讲师上天接着伊所分享出来，一定嘛是要去感动某一寡拄仔好有需要个真个，伊心伫倒位有想着种歹想着艰苦个时阵，上天借每一位讲师个嘴去讲出来，伊个点化如处理伊。所以呢，以天下为一定呢，毋是讲天下爱客话，绝对毋是安尼，而是天下需要。咱每一个人去付出、去行动来创造，所以呢，咱思考的是要安怎将咱闽祖师的这个帮助台湾哦，传遍全国九州，传遍到每一个有缘的兄弟姐妹哦。那同时呢，咱思考的是咱的这个缘分呢。当有滴遮尔重个责任，吼，咱每一位前线吼，咱会当替咱个老师分担一点仔啥物，从咱个往内心内去做，吼，即个老师甲咱讲个，要贵天下，或者是爱天下，伊呢来得到天下人个敬，啊甲传个，安尼个方式来做到。因为今仔日呢，咱所要成就的，就是咱闽南祖师要想要创造的弥勒家园，带动世界再来弘愿。伊的弘愿是啥物？咱闽南佛的弘愿是，只要是听到我闽南的佛法的，吼，拢会当生发慈悲心，拢会当往生弥勒净土。所以呢，咱第一帮咱的。多数呢，来只会做这件代志。哦，这侪这侪兄弟姊妹会当，因为听到你多数的佛法呢，生发出欢喜心，愿意来对你多数来修行。哦，用欢喜心，用慈悲心，哦，来成就你个人生的变大。所以呢，恐怕这侪休息阶段，时间嘛，也未到。绝对袂当耽误着大家食饭的时间，所以大家把握时间。所以呢，这个通了六级，老师甲咱讲，咱爱知影安怎去面对着得，甲失，爱会晓去转化，爱会晓去放下。那但是呢，这个要转化要放下，一定是咱的心内一个目标，咱心内有道，咱才有可能去做了。那当然要培养面对生死大事，就是咱这个心的时阵呢，咱就是安怎，带着这个心，原底做重视、做看重，咱这个心来甲放下。原底贵的，甲变用好贵。伊的前提嘛是甲看，咱心内有这个道，有这个目标。那这个道，这个目标就是咱做天下人的这个桥梁，就是师尊的这个主文甲咱讲的。讲咱是苦海与西方极乐世界的一座桥梁，任人践踏与毁谤。哦，咱想要这些六要紧，咱的目标就是，不管偌济六，咱拢爱个人呢，哦，伊个寄托，带到咱的弥勒祖师的面前。哦，这是咱的培养伊。修班上大上大的这个目标哦，那今日呢，许个真清楚吼，来解说着第十三种化德种的这个内容。啊，讲了无
有的所在，若是有讲了过潮的所在，那盼望咱先去准备下水，咱这两副先生可以尝试啊，加多一点点，加后续的积极。最后，恭祝咱注意真的身体健康，快点上岸，谢谢。大众全集。谢谢小师师的前道鞠躬，昏道鞠躬，来再一点点掌声感谢。各位先生，现在是午餐时间了，请坐下。等一下，很负能量的，发了晃便当。那、啊、等一下，因为这些年，过寒，有需要准备点便当呢，再来好一下点滴，好、哦。要请教怎么进行，我研究完毕啊。